Scratch OSEP Web Studio， 好，我们的官网的位置在这里，这是一个 Google Site 的写作平台。那线上的 Scratch 3在 GitHub 上面，好 ，GitHub 上面这两串网址我放在影片连结的那个详细资料里面，好，大家可以去上面点连结参考。那在我们的线上 Scratch 的地方，点选左上角的这个 icon， 啊，这个 icon 点下去，它就会连到我们的官网啊，官网上面。好，这是线上的编辑器，这个是官网。那如果你要下载我们的原始码，要在 GitHub 上面啊，这一串我也把它放到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面，好，放在影片说明里面。那你可以点选这个 com， 点选 download， 那它就会出现要你下载成这个 zip 档，按下确定就可以了。那我因为我下载完了哈，我们下载完了，它就会在哪里下载资料夹这个 zip 档。那我们可以把它解压缩，再次解压缩，那它就会是一个 OSEP Web Studio 简号 MAST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夹里面。那个人会建议你就把它把 MAST 去掉，好，把 MAST 去掉。好，那APP 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就是我们的离线版的 Scratch 3，你可以使用 Con 来开，开起来跟我们线上版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基本上一模，只是一个它是跑本机，一个是跑网路，执行的方式是这样。至于其他的部分，这个就是我们修改过的一些原始码，有需要可以看一下。那有一个 SRC 的资料夹，里面有 FileWare 这个，这个是韧体，这个是韧体，有 Arduino 的韧体，有 NodeMCU， 还有其他的可以参考看看。那我们这一次会用到的是 Arduino Web Studio简 CC 这一个韧体档，这个韧体档。那这是 OSEP Web Studio 这样子的 Scratch 的一个简单介绍。